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，就是前卫。我觉得你们刚才在这样的一个前卫的音乐的情况下，搭配上这个周深老师的，我觉得融合的特别的好。因为过去周深老师的那个选歌路，还有就是他的演出都真的是特别美声，但刚最后就是有一段真的也是还是那个第五元素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小的那个特别过瘾。周深，你我们这儿点评都是这风格，你不用一直鞠躬。但是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我很害怕被叫老师。我就不管你叫周深老师了啊，但是我宁愿应该现在叫你是一个音乐家。这一组啊，其中四位成员来自于我的战队，我可以这样说：刚才他们所演奏的整首歌，没有任何一个声部。任何一个乐器只是对音乐有一知半解就可以达到的这个高度。但是我今天想提出的是，既不是批评也不是质疑，而是一种提示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表现的这个音乐，如果不是因为周深这么厉害的唱功才可以支撑编曲和表达音乐，所以才能够引领这么复杂的音乐走到最后，如果我上去唱就完了。那么其实就带来了一个话题，到底是高级重要还是给听者的感受重要？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也一直在学习去就是平衡这个点，因为每天都在听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们耳朵会产生疲劳，所以会有刺激的东西才会激起我们的新鲜感。我特别尊敬的一位音乐人，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然后他说，你不要太低估大众的审美，我也在挑战这个东西。你们一定一定永远要记得，什么时候你们觉得自我满足，但是观众已经濒临崩溃，那才是音乐的最高境界。而现在你们达到是自我满足，让我们觉得非常高级，但我并没有认为观众被感动。其实我和肖俊我们自己也一直在探讨，就是这个平衡点，我们真的是去再做一个实验，就是用我们自己做实验，正好就是借着这次机会来看一下观众们的反应。其实最终还是要忠实自己，如果连自己都不忠实于的话，音乐是做不好的。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意义或者目的，其实就是在于用自己的音乐，然后找到能一起走下去志同道合的伙伴。然后我觉得这一场我找到了。谢谢。这个安宇，我觉得说特别好，因为刚好既然聊到这个话题，因为我也是做音乐，我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。我们说简单一点吧，我们就1645四个和弦，好吧。很多人说这太简单了，1645太简单了，我就给你1645，麻烦你写10首让全中国人都会唱的歌给我听听，你知道有多难吗？我觉得可能不亚于你们刚才那首歌的编曲。其实我从小就跟磁带学的，我也没有老师，就像刚才峰哥说的，我遵从我自己内心，我喜欢这个。我们做音乐的人，其实只要我们认准我自己喜欢什么，我喜欢这个最重要。我就是我自己一点心得分享给你们，包括我自己的学员。谢谢老师。不会不会，谢谢。其实这首歌跟我很像，因为当初我觉得我去参加好声音那个节目的时候，就会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听起来怎么那么奇怪，我就感觉像是我听第一遍这样歌曲的感觉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但是你好像听多可能第二遍你就开始投入其中，所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没有把它往好使的方向去改，因为我觉得像汪峰老师说的，就是像做到自己喜欢满意吧，我先做到这一步，我才能够去找到那个平衡点。对对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就是彩色的黑组出战。我们这轮带来的歌呢是彩色的黑。我觉得要把吉他可能耗掉，如果真的是能吃的那条大鱼，如果真的是那条大鱼，我闭麦好吧，我都不用开口他就能把我灭了。就你是已经猜到是谁了是吗？他真的很厉害呀。